30年前開始，我先係改變我生活習慣。講緊係鹽肉糖，我都非常之緊張嘅。譬如話開始，我戒咗就汽水先，但我個過程係好耐嘅。我係發覺咧，即係唔係戒一兩禮拜喎，我係差唔多戒咗成年至兩年。當我身體真係開始適應咗啦，咁我先算嘗試去戒第二樣嘢。其實我初期戒咗汽水，我差唔多用咗20年，我先戒到果汁啊！從我自己嘅自身嘅經驗睇到咧，未必樣樣嘢咧都可以一步到位，正改都係嘅。而家我哋大家討論緊，好多時爭拗緊，即係都係話究竟我係一步到位啊，定係話需要即係行出第一步先咧？咁當然複雜過糖同鹽啦，因為呢個唔係純粹個人自己嘅喜好以外，亦都係個互信嘅問題。行咗第一步，令到呢個機會去大家增強個互信。但如果你話最終我哋原地踏步，其實呢個互信嘅基礎永遠都未開始，咁你會繼續坐喺度，繼續停留喺度，係唔會發生嘢嘅咯。